咁個大陸人過嚟香港同我哋爭飯食，睇你咁樣咧，扯手扯腳都唔方做得嘢噶啦，唔好住靠地啦。喂，你唔好蝦科科喎，科科都唔知幾做得嘢。打豬都信啦，佢哋中意講，你都佢哋講咯。做咩啊？大聲我就要驚你。有咩事啊？又係你啊？針灸又倒瀉，洗碗又打爛，你想倒我迷啊？喇叭唔係咁噶，佢因為我，因為你，老闆唔關芳芳事噶，咪呢個阿姐咯。喂，你個黑眼妹，你仲講咩啊你啊？唔好同我收聲啊！三個都要靠人工，唔再嘈吵曬你哋。芳芳，對唔住啊，今次屢屢俾人扣人工，唔緊要啦，你都想幫我啫，不如我哋行下啦。嗯。嗰晚放工之後，寶珠同芳芳經過一間洋服店。寶珠，你睇下呢條裙，我每日放工都要睇下佢，真係好靚噶！哇，真係好靚啊！如果你著上去，一定成個公主咁啫。佢個頭箍都好靚噶。芳芳，你咁中意，不如下次出糧，我哋夾錢買咗佢啦。件衫加埋個頭箍，成個月人工噶。我真的比不起啊。芳芳，我們同心相信啦，有一天我們都會很富足的，因為神祝福手勤的人嘛，你個人又勤力又忠心，連個乳名都要勤勤，神實祝福你啦。寶珠，真的好多謝你成日都這麼鼓勵我啊。話說啊，你的廣東話還沒得這麼快，我也想學一下，你得閒教我啊。好啊。阿女，見不見我這珍珠戒指啊？冇啊！你成日将啲嘢乱咁放，唔见咗还人偷咗你嘅。啊！个疯女啊！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啊！梗系嗰日只衰嘢偷咗我嘅，等我揾下先。我哋翻嚟啦！妈，我哋遲啲可以再配過噶嘛？放心啦，我冇嘢喎。撒旦偷竊嘅七倍償還，咩錢財身暗啊，我唔會擺喺心入邊嘅。我哋瞓覺吧啦。父神啊，好多謝你喺過去呢一年嘅帶領，特別好多謝你將芳芳呢個嘅好姊妹安排喺我身邊。明天就是芳芳十九岁生日，今年我真的很希望可以送份特别的礼物给她。神啊，你说送什么给她好呢？是吧，如果送这个东西给她，她一定很开心啫。不过条裙这么贵，我哪够钱买呢？横掂都断了，与其放在这里，不如做些有意义的东西好啦，一于这样。寶珠，你今天去哪裡啊？沒有啊，見今天天氣這麼好，就想一個人出去走走咯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寶珠去哪裡呢？成日都說她就去的。不過好，那我今天就可以自己一個買禮物給她了。先看看。应该都夠錢的。先啦。